欢迎总统加入牌局。总统，有人说政治就像牌局，美国有纸牌屋，台湾有麻将。台湾的政客分两种，一种是让你获得权利，另外一种毫无意义，就好像跳梁小丑。我是苏贞昌，欢迎来到台湾麻将。哎，江院长，这次缓和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你辛苦啦。听到了。酒桶，哇，这个酒桶就好像核废料，一桶一桶的，大家都不敢碰哦。江院长，碰。我们是执政党啊，我们要概括承受的啊。但这个核四啊，这个不能废，那一废的时候电价就涨，电价一涨，民众就来抗议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这个核能的政策，我们要持续下去。难，哎，哎呦，你爸帮帮忙啊！这林益雄先生，你现在在反核，你这个绝食，我们真的是很担心了。但是民进党，你干嘛跟着瞎起哄呢？对不对？你们在执政的时候，这个核事你又拖到现在变成烫手山芋，要我们解决，我们真的是做不到，所以进步啊，心脏。张局长，报告两位长官，我们警察人员就是要恪遵长官的指导跟指示，我们要做好人民保姆的工作。关于那个核能的问题，我们一切听从长官的指示。谢谢各位长官。我先打一个一万，哇，等好久啊，我吃啊，你看看，刚好一万卡在中间。其实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啊。合适的议题，如果跟运动的群众扯在一起，就好像这一二三万一样，接二连三来啊！到时候你们都吃不消啊！谁叫我的？当年我当行政院长的时候，也是被合适搞得满头包啊！我就看这个小菜鸟，看他怎么办。苏主席讲的真的大家都听懂了。方局长，苏主席啊，对这个群众的运动啊非常了解，你要听他的话来指导，对不对？你们警察在第一线很辛苦，我知道。方局长你也很辛苦啊。谢谢长官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刚刚麻将倒的时候，主席你有过来偷看，所以已经违反了麻将，请你们自己要注意，谢谢。方局长，上次这个群众冲入这个行政院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很尴尬。那这一次如果因为反核人士再冲入行政院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就像我手上要打的这条牌一样，你的处境就是去核四北风。晒，又是晒，哇，海底有一张晒了，应该没有人要晒了。碰，不好意思，刚好需要一个晒。局长。你怎么每副牌里面都有赛啊？那刚加赛你不会灌什么？谢谢长官，请长官打什么我们就吃什么，打赛我们就加赛。谢谢长官，我们一定会维护国外特区的安全，请两位长官放心。气疗，气疗，干干什么？你打七条，我不猜八九条了，你打七条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七条。行政很像总统府啊，马总统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总统府你应该在里面也住很久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马总统，你遇到合适的议题，应该很能够有靠大智慧来处理吧？七条我就是吃不到。哎，这个盖了合适哦，会被骂翻；不盖合适，电价又要涨，还是被骂翻。我告诉你，这七条不仅像总统府，而且还像中。所以说哪个执政党遇到这个问题，通通会被骂完。打牌，马总统，啊，你怎么牌里面都有这个红中啊？青中哦，苏主席，他不是这个意思，有另外的含义，就是要亲近丁守中。这我们国民党那个初选，台北市长初选呢，马总统投丁守中。哦，这样啊，也难怪啦，民主法治时代，你一票也救不了整个党啊。来，啊，七条，还七条，吃不到哈。我上次跟小英在打麻将的时候，他暗杠七条，
抱歉，我上厕所。朱熹，你不必难过，你对家打了七条，你怎么样我吃不到。朱熹，你回来快一点，要不然又违反麻将法，让同伴等太久。谢谢长官。